明天好好照顾杰克，这个得看主哥，在这里应该最了解他的，应该就是主哥。游戏可以说弱爆必须让必须亮，没事，这会儿让山鸡来。游戏可以说弱爆必须亮，我在那个比赛那个账号从来没有设计过任何表情，从来没有设计过了。有些人就是那种什么赢游戏啊，把对面团灭了，会这种亮的那个功能，都会定一个表情，但我基本上没有。不是，你们是想为了让他们拿复活甲，一直给我们加油，还是单纯的为了让我们赢？感觉全是，大家都像个川子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不跟他玩，不跟他玩，不跟他玩。他们想去越他，感觉弄他弄他，好，我来了，狗应该是。龙王呢？来了，我也来了。天雷，天扑，哎呦我操！哦，完了，变维斯，变身，继续扭，继续扭啊！大招大招大招，完了，继续喷，继续喷，继续放技能。这狗也太开摆。
狗文。哎我操，哎没点呢，我一波了，这不这狗文还在带线。我的天哪，这哪个是这么啊，哇、哦、这种巨龙王也翻不了。好，必须得把你弄死。啊，这个龙王根本不如我一根毛，我就是我这话是我说的，不服来反驳我一下。这龙王能跟我比吗？看一下他战绩啊，看人家怎么出装的，定战时候直接世界专注。他影都是蛮多的。